是讲妈，你妈卖过去啊。虽然陈文瑶顺利交保啊，啊，不过无代表伊完全无代志啊。毕竟说来，伊阁爱面对侵权的官司，但中心哦，注定无好背。安怎？啊，跳过俊兰的代志无要讲，你是惊我来找你讨一个交代是？我有啥物好惊的？啊，做唔对代志的是俊兰，啊，不是我。你搁第一张诶哦！啊，你明明早就发现俊兰会去做好大个代志，你现在无要改做动呢？妈，我嘛有甲伊苦劝啊，啊，不过你嘛知影俊兰伊个性这尔刁滴，伊认定的代志，啥都无法度改变，伊搁较无可能会听我的啊！你替伊污蔑，搁刚刚应出意志。那是心硬确定对咱的真不利呢。可是你若真正无才调家己考去，你是安怎袂事先甲我报告呢？让我有时间去应付啊。他即摆好啊，这场战争让我输甲头头头。安尼你有怀疑无？俊男无可能存心要反背你的。可即摆你搁替伊讲话，莫俩阵讲我唔知影你对俊男的心思哦。你想要继续在迄个眉头前做好人，啊，看是毋是伊会较注重你，啊，甚至去爱着你哦。你免孝顺啦，伊十几年前对你就看袂就眼啦。你莫是讲你对伊安好，伊就感觉甲去爱着你啊？是？妈，你哪会当安尼讲我？干么呀？十几年前你的心。本来就伫咧金兰身上，敢毋是？迄拢已经是过去的代志啊！我嘛知影，我的身份已经无同。啊，不过嫁来姜家以后，我嘛安分守己，做好少华的太太。我等于和你杨贵太皇妃哦，我是倒位对不起你啊！妈，这么多年来，我敢违背你任何的安排？伫咧公司，我是你的对错。我替你处理公司大大小小的代志，回来出来，我就变作是少华的保姆，我要想办法让伊欢喜。我随时拢要甲伊顾好掉，莫让伊惹麻烦，害你伫咧大伯面头前计笑。我逐天的生活，活了足惊吓的，你搁认为我无够离婚？你只是把这个婚姻当作是一个任务，是一个应付的工作嘛？啊，若无，你怎让少华做爸爸干事？我感觉无够委屈，你俩阵讲我无有怪少怀做善鬼，我的青春嘛一天一天消无去，我嘛忍着去啦。啊，不过伊家己就是一个囡仔，伊无了解嘛无解，我恁是要怎比伊到我生囡仔？你安尼根本就是为难我，还是你无用心？还是你无站伫我的立场替我说笑？那是肉同款是会空的，你敢会为着想要摕到伊的权利嫁予伊？你一定袂。所以当初我答应你的条件时阵，你早就认定我是一个爱钱佮爱权利的查某。这就是今麦你看袂到我这么侪年来的牺牲，甚至把我的付出摕来糟蹋婚姻，你是在做啥物？佮少怀做伙。你叫做牺牲，你是伊的骄傲呢，别人会当笑伊，你绝对袂用的，因为伊就是你未来的希望，伊早晚拢会好起来，我一定会想办法给伊的好，咱莫阁家己骗家己啊！连俊男都无法度甲烧坏掉，若是无机智出现，伊机智人就是一个空的。少怀伊袂一世人拢安尼，伊是我的后生呢，伊是未来咱集团的接班人。我不准你讲这么恶毒的话来纠缠伊，我不准，我不准你安尼的讲，我不准，我讲的是事实。少怀根本就无救，伊一世人
就是说的，你别在这里想想他的好看不好看，你说什么？你跟他说看看，我看应该会找医生来找你，别说我替你安排，把你的整间行业卖掉。你到底是你说什么？你一个人是不可能是你说什么？你别怕蝴蝶了，爸，你是我的太太了，我不好意了。你给我放鬼了，你快点，你听着，你也好心，只是那点伤害你俩，你们我的婚姻，把钱伤害你俩，我应该是啊，你给我搞去，蝴蝶，你别受气，你别去倒位啊，蝴蝶。蝴蝶，蝴蝶，哎，你这人是头壳歹去呢啦，把这当作领导客来坐。歹势啦，我是跋倒啦，不是超工在坐伫遮的。就是因为你，害我的人生完全拢无尊严嘛。早知影我着，蝴蝶，蝴蝶，什么蝴蝶？你即马是甲我隔空在讲你啦！你是马上阿伟，上伟，来，你起来，你有当抓无？啊？哎。还是咧歹啥？你敢知影伊才点仔好要出代志？今日生的是好高运呢，无去牵着阮囝，啊若无哦，我真正有咧生不如死。啊，你紧走，是要等我报警是？紧走啦！小查某，紧甲恁囝带走啦，莫踮咧带衰别人啦！紧走啦！陈东俊，哪会阁是你啊？啊，这杯是安怎？有黑毒？还是讲你让人洗头了啊？找来家做服务生了？吴总啊，你拢已经喝遐济啊，我哪会晓讲算笑呢吼？这杯是我拄则点的啦，请你啉啊。是啊，吴总啊，其实我知影你对我的印象不是讲介好啦，啊，不过我只是烦恼讲你的灵修者，恐惊会发生什么危险。在这哦，上危险的，就是你，陈东俊。卖啉酒啉到这么凶啦！你今麦是创啥？当我啉酒醉时阵，叫我打呼吸。不不不，我只是关心你啦。你咪就是讲，顶个你有甲少怀斗三工，我对你的看法有淡薄仔改变，你就会当对我卡来出来。你安尼误会我哦，我嘛无话通讲啦。谁叫我过去有这么侪无好的记录啊，才会造成你对我印象这么歹啦。哎，不过看你安尼啉红酒哦，让我想起我过去有一段跌落谷底的时阵的心情啦。迄时阵哦，不管什么人来跟我苦劝，我拢听不入去啦。大刚哦，都干那想要啉酒来解忧愁，谁知影？煞愈啉愈害啦！那过灯光起来哦，头啊痛到要死啦，遐烦恼油丸拢伫咧啊。后来我想想的吼，假使讲迄个时阵，我若是甲我的心内事讲予别人听，凡事我都袂艰苦遮尔久啊。
讲出来要创啥，敢会当解决问题？确实是无得解决问题啦。啊，不过至少会当让家己的心情变好啊。所以哦，你也是莫阁饮酒啊啦。若是有啥物心事，你会当找朋友，也是讲甲厝内底人讲啊。厝内的人，我所有的痛苦、委屈，拢是因为我为迄个出开始。你敢知影？我之前哦是实验室的研究员，迄个时阵哦，实验室内底就只有我一个查某囡仔。嘛，因为安尼，所有的人拢对我足好诶，就只有君南，伊从来毋捌对我有啥物无共款。伊讲的君南，毋就是江朴树？一些趣味呢？君南，伊真正就有才情，伊的研究得到国际认证，伊甲无极生气哦，杀去世界舞台。我欣赏，甚至是介着伊啊。最后，我忍袂住。就把我对伊的感情全部拢讲出来。你是唔通甲我讲，伊今日拒绝成就你这么水的查某囡仔？无论是我的面容，我的温柔体贴，甚至是为着伊的眼球，我做牛做马，无闲到无眠无日，啊，不过还是看袂着。在伊的眼里，只有一个又一个伟大的研究，这一切拢是我单恋的。我爱的无爱我，我无爱，所以你对伫我后面。你是讲邵环啊？你莫甲我讲迄个空的。哦。莫讲，莫讲。我是因为过去哦，才会嫁予迄个空啊。啊，不管有啥物路用，不管是以前还是今嘛，伊有缘把我当作是伊的同事，是伊的弟夫啊。我真正是爱到较惨死，爱到较惨死，我到有次，我真惨。君南，恭喜你！是啊，我是君南。蝴蝶啊，你那嘴干呢？你咧看到我就唔甘呢？君南，你总算玩一场，你敢知啊？我的心事无得讲，有得心内真正就艰苦。我逐天拢会看到你，我偷偷去面对生活，你敢知影这真正是一件足痛苦的代志？是啦，有你吃苦。这几年来，把你受到这么多委屈，我的心肝内也是很不甘的。跟家姐。是啊，这几年来，我一直拢就是要好好甲你疼惜，但不过你已经是少华的太太啊。就算跟我后悔，也已经袂赴啊！君南。